有点小，原定我是研究生和蒋老师，结果来了很多外学院的老师，还有社会上的一些这个人士来参加这个黄老师这个报告会。这个另外一个，我要求大家把这个手机啊都调成震动或者是关掉。那么黄老师今天做的报告是标题显示的这个星球文明与人类健康，那么黄教授大家很多人都比较熟悉了，那我还是要做一个介绍，简单的介绍。黄才刚教授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四级干部，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十一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国对外联络委专委会主任。黄教授是国家药事管理博士研究生培养开创者之一，已培养博士33名，在管理学、经济学、国学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和独特的创新思想。那么先被聘为咸阳大学、清华大学、上海第二经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福州大学、中国药科大学教授，任我院，就是我们学校工商管理学院名誉院长。黄天刚教授是一位天后大爱济世立生的医药专家，是国家疾病药物制度首位建议人，著有《现代本草纲目》《天然药物地理学》等学术著作57部，曾被国务院授予国家高等教育特殊贡献奖。黄教授积极倡导建立人力进步新的思想认知体系，大国学新概念，我想今天可能与这个思想体系这个报告这个思想体系有关系。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黄老师给我们做报告。尊敬的各位老师，今天咱们有缘，转眼过去一年很快，倍感亲切。在去年沈阳药科大学80年校庆之际，我在这曾经感言8分钟，所说的相关问题有的已经得到证实，参加过上一次去年9月9号这个答谢会的，我的感言曾经预示今天管理学、经济学都是银行家们、企业家们操纵的，这些所做的作者们将会对人类做以交代。讲完以后，很巧，10月2号，我在乘飞机去海南开会期间，我就看爆出著名管理学、经济学大家曼昆教授，美国70人罢课，随之而来《华尔街日报》。所以说，为什么出现这些情况？今天这个来自目的，我希望在人类经过了不断的文明更新，尤其是大家都在惦记炒得很热2012，是吧？我想呢，在此我们大家今天都怀着感恩的心，与天地同德之心，我们来有缘，是吧？虽然我们所学专业、所学学科各异，但是我们有一个真诚的大爱之心，这个大爱之心是天地之心。大家有这个天地寰宇之心，所以今天这个题目给大家，我们树立
星球这个概念。这个星球概念呢，这个概念发展，尤其是近20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日新月异，带来了很多的新的揭示，产生了很多的撞击。人类文明向何去？我们都是一个天地人三才之根本，万物之主，只有人类的文明才有世界的不断持续发展。我们不断持续发展，我们才能够感知到天恩的后代，我们感知到我们人类奋斗的目标。否则话呢，我们一个人活在这个美好的时代，如果您自己感知到不知道这个星球无量的存在，我们知道眼前的短暂的工巧，人不外乎五名，工巧名就是我们现在的工巧技术。工巧技术，这个工巧技术呢，涵盖一切职位，工程师、教授等等一切研究人员，这都属于工巧技术，但不是真谛。我希望呢，大家五名当中呢，下面很关键的，下面还有一方名。我们活着要明白这个身体与宇宙的关系，如果不了解身体这个小宇宙与大宇宙的关系，我们将呢生活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人，不管是道家、佛家、儒家诸子学说，很多成仙成道的人，起码有天地之心。所以说，有天地之心，才能够悟参透，出现圣医圣贤，这是一方面。第三个呢，我们明什么呢？我们要生明。我们生下来一开始啊，就是啊一声，这个啊的落地，我们随之带来了宫商角徵哆来咪发嗦，这个对应的是什么呢？心肝脾肺肾。我们从何而来，又从何去？我们在座的朋友们、老师们，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是简单的不断的感觉现有的被动认知。我们随着慢慢人生的历程，我们人就好比手机一样，手机的芯片，手机换若干个，但是芯片信息就那么一个，所以个人的信息量多少，所以汇聚你今天的能力，这也说是遗传基因。这个汇聚能量的要迁态，也决定了你事业的发展。那这个事业的发展，又决定了与星球的关系。我们都处于星球这个时代，所以我今天呢，我以星球文明与人类健康这个题目，我们共同感恩天地，共同参悟，我们先回顾一下人类的发展。所以呢，我今天呢以这么几个题目，第一个寰宇与地球文明，第二个呢交代一下物质文明与健康的关系，第三个呢我们都离不开精神文明与健康，第四个呢铸金史书对人类健康的贡献，再一个呢，我讲一下身心健康是人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我想呢，以这么紧扣，因为呢，这里边呢知识
个人所受的来的来因不一样，受教育不一样，所以呢可能呢大家听不懂没关系，但是你记住，你千万别以听不懂思想，我希望你打开这个管道，我给你管道对接的时候，你无量的很多人老和尚修行几辈子，到最后问到哪里去，没参悟坐禅是枯禅，是不是啊？道士很多都是这样，很可怜，是吧？我今天有缘给大家在这里，是吧？不宣传迷信，我以科学的思想揭示人类的秘密，是吧？所以呢，我呢，咱们再共同探讨下面问题。第一个，寰宇与地球文明，大家现在人所众知，宇宙是大爆炸的。也有说呢，爱因斯坦相对论，是吧？也有霍金说呢，是超弦的概念，是吧？那么今天不管是工科、理科，对现在目前时代的认知是这么个概念，是吧？大家活着，你不管任何教授搞航天的，因为我跟搞航天的教授、院士们、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们，很多人在探讨，大家人类走向何处去，是吧？这个最关键的人类的根本，他们都住在外在的研究，没住在内在的研究。内在是研究是什么呢？实质的研究，本性的研究。所以呢，宇宙寿命呢，现在所有所见资料是270亿光年啊。而那中国文化预测呢，大家都知道有一本周易，这个周易呢是文王所做，可分现在可能在座里边有搞易学的，是吧？搞易学的里面不外乎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先天八卦呢有文王所著，而后天八卦呢我有我们孔圣人，我们都知道四书五经有孔圣人所著，在这呢它是文献的，在这个文献筹备篆书过程当中，孔圣人进一步给他进行了细化。按周易这个理解呢，这个浩瀚的今天计算机很容易，在座的你们知道打一打历代相关的周易著作有多少呢？有2700各种各家论述，个人思想仁者见智，所以中华文明发展到这样泱泱大国怎么样与时同进，在这个与时共进的时代，我们迎来了18大，十八大的文明是希望我们这个国家建立美丽的中国，美丽的中国。那我们在做，我们怎么实现美丽中国这个梦呢？怎么认知，进一步认知这个对星球的概念呢？所以说在这已过去的这个150亿年，我们这个地球已经过了这个宇宙寰宇啊，这个大爆炸的时代，已经历过这个150亿年。而下面呢，我把各种人在做，这都是很简单的，这4种类型，基本上啊，60到80万年的啊，数十万，北京是最这个东西，在我们课文里边是很专门是介绍的啊。然后呢，包括蓝田呢、元稹，这最高的到上170万这么一个状况。我想不做详细，所以我今天呢给你们理个思路，你们愿意感兴趣的，你们就继续去查，顺着我的思想啊。人为在座你们都是啊争贤圣者，未来的栋梁，好吧？我想的话呢，也是未来的真正的大家，得诺贝尔奖不怎么样，但是真正的是要有一种精神，奖在座的都可能都会产生其中之一。未来的中国，我想的话呢，是有希望的中国，啊。宇宙的这个寿命呢，我们呢现在陆续刚才论证350万年的这个宇宙，那就是说呢已经发现这个化石有记录的有这么几类，一个坦桑尼亚175万年，对吧？还有肯尼亚的呢，现在呢260万年，到埃塞俄比亚呢，原始化石呢是300万年。
所以呢，由此推断呢，前面对人类的，不是80万年，也不是170万年，现在可以说已经随着科学进步，这种进步已经证明到这个300万年。所以呢，若干的在座呢，在这里面将来可能出现更多的圣者大家，可能进一步啊去发现认知，是吧？所以我想的话，这是对目前发现和认知的情况。所以呢，在发现和认知的这个情况里面呢，所以在宇宙这个大爆炸这个概念里面呢，所以我想的这个根本的，这个在这个根本里面呢，大家在座的啊，对这个宇宙这个学这个了解啊，可能呢，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关注一下，因为呢，这个时代这个认知啊不一样，所以呢，随着时代的进步，对大家呢工作各个方面都会有帮助。所以呢，将来你们不管做哪一行哪一，所以说你首先把心量和思维提高了，你的次第从3楼到了13层，甚至更高的33层以后，你将来你处理任何事情 OK 都是优秀的。所以呢，我想呢，在这里面重点介绍一本书，大家可能都对推背图啊植物流柱啊这个各种的评说紫微斗数记载的华夏文化的奇门遁甲狄天髓植物评注等等一系列推断中华民族人类进步的，尤其是大家感兴趣的，我们在圣者鬼谷子所谓为两个大弟子，一个著了兵书，在这个过程当中，个人有不同的论述，尤其是很多人对中华民族过去在发展过程当中，历代圣杰上朝的时候，上来就是帝王，今天请问发生何天象，出现什么什么问题啊？这时候天象官出来了，叫巡署根据中华民族文化记载，这从哪里来呢？这就是我们的天官篇法，史记天官篇里面你去看一下，专门有交代，有感兴趣同志，你们就会将来一出现什么情况，你也会像当年的情况都能记住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所以我想呢，这些情况我把方法学教给你们，你们呢就可以回去以后将来出现什么事你们自然就预知了。如果预知几个时间，大家关注一下每年冬至的情况，元旦的情况，这是最关键，这是第二年的更替时间，这是春夏秋冬，大家都离不开春夏秋冬，也离不开24个节气，我们在座大家都是一呼一吸，都在宇宙运行当中，所以我们的生命就随着这个宇宙运行，我们在不断的进行运行。所以说呢，在运行当中，所以说出现了各种疾病中医在这里面，你们想进一步想去了解的话，那之后呢，内经学说就给大家交代了，内经学说告诉呢各个时期得什么病，怎么进行调养。这时候呢，《黄帝内经》是这么问出来的，是吧？大家呢现在要去看书很简单，这个呢，我觉得呢，这些事情呢，这些著作，是吧？现在呢，信息化时代，是吧？也不用去买一上网一敲，马上就出来。所以在座呢，我希望呢，给你们充电，开阔一下视野，是吧？你们这样的去一查就知道，第二年将会发生事，这事情是什么样的？过去呢，那个天象官就像今天的气象局长一样，是吧？但是呢，我很多跟天文台的这些专家们跟他们上访，所以说文献汇集的方面，所有发生天象、地质灾害相关问题，不是不能那个，要用心。我们现在都是短暂的，各个人岗位移动很快，没有建立系统体系，如何建立国家防灾体系，这是个目前人类急需解决的，否则话很多，如果等灾难发生再去告知人们的话，
尤其大家发现近几年来出现各种地震、水灾、突风，包括我们科学发展这么快的美国，都感觉整个城市的瘫痪，无能为力，是不是啊？所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说我们怎么样作为有责任者，中华的先哲们，是吧，传递了我们很积累了历代文明的经验。我希望搞天文的、搞地震预测的、搞灾难应急的同志们，一定以民为本，按照十八大的要求，真正的能关心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别等灾难出来再去应急，怎么样告知对得起自己的天地良心。所以活着一定要有天恩之心，是吧？我们要不断的发现。所以我希望呢，今天呢，我呢抛砖引玉，希望引出更多的美玉，为中华的未来，为世界文明的延续，出现千生千圣千贤百圣视汝一真人，啊，所以我想这个时代啊，我想会出现这种人。所以在这里面刚才介绍了若干个这种人类政治的相关的历史预知，那是最简单的，那不是那是因时而变的，意着日月也，随时在变化也。在座的随着你们的心境，随着各位听到今天因这种这个报告的同志，他的心量的改变将会改变他的对事物和人类认知的改变。所以呢，这个意义任何事情它也在变，它也在变。所以说很多人有三种人是不可测也，一个是圣者不可测也，一个是大恶人不可测也，是吧？还有呢，真正的为了天下人民奋斗的工作者们不可测也，他有一个天正的心，他有一个天地对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忘我的心，是吧？他不可测也，因为他也不在五行之中。只有在五行之中的人，金木水火土，生克制化的，他受规律的限制。所以说我们既然了解了规律，我们如何进一步认知这个规律，我们中华民族世界文明留下了这么多丰富宝贵的这个财富，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去学习，我们一定在这个过程所学的我们现有的专业太简单了。说实话，你到一通百通的时候，你感觉到你现在所学的，包括专家们、教授们、院士们等等等等，他考虑的问题都在他的位次都在三维到四维空间，更高位次的空间，这我们说的就是真正的圣者，他对他能够洞察一切，是吧？他对各种学科的认知，所以出现了历代的现代的科学家，像爱因斯坦、牛顿，是吧？包括霍金、中国的孔子，是吧？王阳明、朱熹，是吧？等等一系列，老子，是吧？等等像这些人，是吧？但是说呢，还有没有名的，没有名才有大名也。很多是没有名的，但是说他的表述可以都是在你们所见的纪晓岚，你们喜欢看那个电视剧《四库全书》里面都有认出。这个《四库全书》《经史子集》记载了，可以说真正的中国文化在不断的汇集。啊，他去掉了一本著作，但是呢，你们可发现。上来的他很关键的，我会在后边专门有交代，
在医学这块我跟大家再去讲这个。所以呢我呢随着刚才这个话题，更多的这个专有著作呢有一本真正揭示人类比推背图还细，好 OK 的，有一本书，你们要有感兴趣去看这本书，就宋代医学大家邵康节的，当时呢增加了剂量单位，所以呢以元会运势这么去表述，换算公式，一元等于十二会等于360运等于4320世，最后等了这个129600年，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把129600年每年发生情况都告诉大家，你们去对，这个就像我们那个万历我那个日历牌一样，万年历一样，那才告诉多少年，但是你慢慢你学会以后你就知道，哦，这个社会这么简单，我作为今天的科学家，我作为今天的经济学家，我作为今天的管理学等等等等，都离不开这个规律，谁能逃离春夏秋冬？我们这个时代，那么到了2012年，已经经过了69029年，按照这个时候，我今天告知这个人，一般他上面不加这句话，所以呢，你从那开始慢慢往下继续说，啊，我把这个秘密给大家揭一下。所以时代呢，所以呢很快，所以呢我们有缘的呢，今天呢，我想的话呢，怎么样真正的使人类真正的进入一个文明的时代，对吧？所以大家都很关心这个进了新纪元。新纪元呢有拍了电影，是吧，各种故事，各种网络，各种道长，所谓骗钱的也有，什么人都有，当然也有善者提醒人们，警示人类，警示人们干什么？多行善者，少行恶也，是吧？什么善呢？善就是一个人的正气，按照中医说，正者因正气啊，营卫之气一个平方，在这个正气起来以后呢，你哪有外邪的不正，外邪不清的话怎么办呢？就没有感冒，是吧，各种就没有疾病啊，所有东西是先经过嗓子来，呼吸道再下去，所以你一旦营卫气胃气都有的话，你说有什么病啊？你看发现你们所有人有病的状态，先是感冒开始了，慢慢先遗留在下边下行到呼吸道，再进入脏器，进入脏器以后呢，这个时代里面慢慢残留在哪里，慢慢就是癌症就这么来啊，各种的臃肿，先臃肿啊，先溃疡啊，溃疡以后慢慢就变性了。所以说我们搞医药的，因为这个课题，为什么今天我讲这个课题，我已经对医药可以说在老前辈的共同关心下，南药北药，因为南我原来是中国药科大学，所以呢北药我现在在这里培养了33位博士，是吧，有缘给大家助兴很多门先者，像顾雪球老前辈，在西安药剂会张汝华老先生，那都是我们一开始的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机遇呢？就说人呢，基因很重要。你的聪明才智，你勤奋不勤奋？是吧？勤奋了 ，OK， 你就很快比别人跑得快，你称的是高速列车；你不勤快呢，就是火车、汽车，甚至是脚踏车。所以呢，我鼓励大家呢，一定要勤奋。勤奋学习，扎根不是给别人的，扎根给你自己。所以说在这个时代里面进入了这么一个时代，所以大家对玛雅文化啊，最近即将到来的这个日子里人心惶惶，我希望大家呢别慌，没问题，只要你有个真诚的感恩天地之心，你怕什么啊？怕者就是什么呢？怕者就是你，说实话，我刚才说的，你正气不足啊，肾气啊，你没有啊，心肾不交，空也，恐慌啊，
你自己毛是你自己出了问题啊！我们都是因为做亏心事，没什么。所以说呢，这是宇宙的规律。玛雅文化只是告诉我们，玛雅一个纪元到那里结束，并不是像人们炒作这样，啊，交代我们又进行了一个新的纪元更替。我们今天有缘，在这个我来从北京来，今天啊，刚刚进来下，刚上车下雪。我就是缘分，啊，北京这么多天没下，对吧？很简单，啊，慢慢慢，随着我们地球已经变成地球村了，是吧？所以大家呢，怎么样保护好这个地球，也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啊，也是我们这一代责任，因为大家都去抢占了这个地球，是吧？将地球去采挖，它像大地啊，天天我们开汽车，同志都在烧尽母亲的血。大地呀，所以不断的抽空它，是吧？所以产生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是什么呢？就是70年代，美国与 IPEC 签了协议，石油与美元挂钩，所以产生了大家一切以能源为导向。所以你看这边马上汽车工业随之而来，是吧？认知这个社会，认知这个未来。所以说，作为一个真正的大的。每个国家的总统们，他思考的是什么？各个国家人民的利益，各个国家人民的安全。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相关的科学家们，啊，叫探知，我们将来未来的能源是什么样，能不能更好的代替这种能源？啊，现在有汽油的这个能源这个情况下，啊。有的新的太阳能啊，啊，将来这些哪个成本最低啊？有液化气啊，等等的这些，对吧？这是在座有相关听到这个报告的科学家们，希望你们尽快努力，在不损害人类情况下，建立真正的和平的能源体系。我们不希望发生核能，更多的引起战争。啊，大家知道，你看很不听话，一下子该发就发了啊！前几天是不是、啊？怎么办？我们怎么样维护我们生存的安全？我们人类生存的安全，很多人能管得了吗？管不了。但是呢，就是么这么部分少数人，这些人一念。是不是、啊、就管了这个安全问题，它可以发生，这样它最大的是吧？哎，所以这利益之争啊，怕人呐、啊！啊，所以家庭有家庭利益，是吧？社会社会矛盾，是吧？我们怎么能去维护？所以说，真正的要从我做起。从在座的每位当下做起，自审自己，我们要有一种无私的心，首先有尊老爱幼的心，去孝敬父母，去爱我们下一代，不爱我们的这个社会，爱我们的国家，是吧？正更大爱到华语，我们如果发生这个事，那是正的，那当然和平了。所以在这个大的这个爱形成了正的无限激光时代，那些黑的东西自然会下去。我讲这个时候有修为的，有正信的，我相信听到这个报告的同志，他们会相应真正的去唤醒人类星际文明，迎来人类新的健康时代。所以说，星际文明，星际文明，所以说，星际文明呢？为什么这个文明呢？我今天讲了一下一个史前的文明，看看地球经历过，现在已经发现的，啊，这个史前所有的像纪元的，哎，大家呢，我不因为时间关系。啊，你们愿意的，我们就跟着这个线索进一步向下
因为我觉得最多我的任务就是告知你们的思想，给你们更多的认识，更多的认识。我认为只有这样，地球第二个人，我想的话呢，就讲到了这个地球的灾难与生命健康。这发现地球的灾难这个问题呢，是吧？很关键，一个是史前的，一个是有纪元时代，这是史前的多次文明遗迹考证，这不是我说的，这些都是科学论证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找到，就不重复它，是吧？不重复它，是吧？这人类出现以前的，啊，这人类出现以前的，你们很快一上网就都能到，所以不去。我觉得这些东西呢，这属于知识型，你们都是大家，都是在座都是有思想的，是吧？一查就知道。这是人类出现以后，这人类出现以后，啊，所出现的这个时候，在中华文化记载上，啊，整个过程，啊，在《淮南子序》，啊，我们很多的为什么叫你看《四库全书》啊？我说纪晓岚《四库全书》啊，前边经部，过去当到吏部那个省级干部啊，都要懂得的。你看那上面都是各个朝宋的，过去做任何领导人也不简单的，要懂的，不光这个毛笔字好，是吧？那脑袋瓜不是我们现在被动的，我们现在可以用计算机啊，过去都要自己思考的。哎，那个里面记载的很，那个上面里面可以搁一个说《太素玄经》，很多的《周易》的相关人类的坐标都在里面，你们有机会去关注一下。现在网上很快，马上就能查到。啊，你们下去以后，你们把《经四小兰四库全书》经部写的什么，经史子集都告诉你。所以我现在很多，我问了很多高级干部，哎，很多院士啊，哎，嘿，那跟我专业没关系，哎，我就不好说了，是不是啊？我觉得咱们作为一个真正的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啊，有觉悟的人。我相信我们应该认知这些，这不是我说的，毛主席说的，我们应该做事有心人呢，这是根本的，这个时代，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要认知这些，第二个，我们回顾一下物质文明与健康。这个物质文明与健康呢，大家都知道这么几个时代，对吧？这都是我们历史上都有记载，是吧？我们都是教授，我们在座的啊，都是学者，所以我想呢也不去重复，很简单，好吧？很简单。所以呢，我想的话呢，这个文明时代呢有这么几个主流方向，一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与否，首先我们都知道啊，人离不开，都要离开的，刚才我说手机芯片，谁都有生老病死，人最多的，现在我已经发现可认知的人，文献的上人有千岁，彭祖800岁，是不是啊？然后呢，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现在目前有200岁左右的人呢，有这么有文献记载的，就在最近50年，应该有200多。有一本书叫《人生百岁不是梦》，请大家去看。详细记录各位生活的照片啊，所住的地方，生长的环境与个人生活习性，我想会带来你们健康长寿的目的。
所以说刚才说人都离不开生，有生就要死，万物就是这样啊，苍蝇也是这样，很短暂，生命就是这样百岁。那如何真正的我们延续我们生命呢？你谈到人类健康，所以我们当下做起，首先要护起自己的正气和灵气，心不要乱，不要太物欲太强了，名与心 OK 啊，少一些啊，然后呢注意一下与四时合序，春夏秋冬。如何春夏秋冬保养呢？大家看中医的内经啊，到冬天不要按脚啊，按脚不行啊，你们注意啊，这不是我说的，你去看内经啊，所以你们去看各种相关的东西，我今天都是在这提纲挈领给大家讲啊。所以呢你如何进一步去提高自身的免疫呢？是吧？如何在24个节气里面你怎么样去做呢？所以中医的胃病学告诉大家，大家去看，很简单啊。不，有的很多是真正去做电视节目的，我不敢，是有益处，但是最好是实践过，不能以商品形式对人类产生第二次危害。我想你们都是很聪明，在座都是有高学历的专家，所以呢你们认知这个，所以呢才能够认知自己，科学判断，科学养生，真正的强身以后健体才能够更好的工作。因为尤其在今天的时代尤为关键，这个时代不是说我们不能去过分的去伤我们的神，我们神是元气，这个元气到一定的时候它像一个蜡烛一样，它会灭的，蜡烛都会完的。所以在佛教说涅槃，是不是？老百姓说断气，是吧？各种说法不一，谁都离不开那个阶段，是吧？我希望我们的人类要健康长寿，要找到健康长寿的根本的方法，首先要调心。调心首先要养命，养命首先要养气。一个人你发现气不足的时候，他会很灰暗，很灰黑暗。所以说你们到医院去看那些各种的状态都是这样。所以我希望首先大家，我们研究的药物干什么呢？不管是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目的是提高人类免疫功能，调整人类脏器，调整人类脏器，真正的为人类防病做合适的调养。千万不要到下雨了再去找伞。我希望各位，我们今天有缘的或者是若干今后能够听到我这个报告的，我因为我从来不讲，可以说给沈耀的姻缘12年了，我开口啊，我到各地去，各个国家去，我最多是一对一的进行真正的大国学思想的传导。这个大国学不是简单的四书五经，我自认为是文献学、方法学。真正的大国学概念，一句话：论人性，叙述自然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门学科，它是没有国界的，是真正的，是人类和我们寰宇需要的这么一个新的思维方式。我们只有这个新的思维方式，我们才不会
在继续破坏我们的地球，破坏我们的星球，破坏人与人之间所导产生的引发的隔离战争。我们要和平，要真正的文明时代，我们要有有序的合理的节约资源，为了我们的后代。我们不能当看到眼下一时的富裕造成更多的浪费，尤其无限的对地球，对真正现在更为可怕的太空垃圾、星球垃圾，将会改变星球文明的轨迹，导致更多的灾难。这个不是我们大家所愿看到的。所以为了人类真正的健康，要从根本做起，从星球文明做起，从我做起，从每一个当下做起，这才能连开当下，万古如一。时代在前进，如何真正的走向前进的时代，第二个告诉我们，科技推动看文明，经济的行为是自然把物质进行了固化，经济行为是不是自然把物质进行了固化。第三，人类找到了生存的方式，完成了自身的演化，不需要机器人。所以呢，我想的话呢，这个时代随着进一步发展，我们会对各个时代的进一步认知。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到了一个什么时代呢？生物科技是否可以完成生命场到能量场的转换呢？这是需要我们在做去努力，最终和宇宙物质能量态能够完美结合吗？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这个时代学习任何管理学、医药卫生的同志尤为关键。沈阳药科大学啊，南边有中国药科大学，这是中国药学摇篮，是吧？在中国药学的时候，13亿多的人口，在这个地球这么重要的国家，我们要自主创新，更多于适合人类需要健康的真正有效安全的药品，不能是简单的今天为利益改剂型、改规格，根据是没有良心的去做假药，坑人坑己，万事有因果。等到一天灾难的来临，我们再去考虑真正有效的药物，那就完了。我希望有关真正有政治有大爱，对国家民主对星球负责的各位各国总统们、领导者们，能真正从人类的需要真正拿一定武化入战争的经济经费，我们能不能投入到真正的人类健康的本源上来，为了星球文明的需要、生命的延续，真正的我们大爱无疆，真正的做到天人合一这么一个新的崭新的这个最终宇宙物质能量态完全美结合的时代。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时代的发展。第四个问题，金融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国政治体制走向，
这很关键。现在我们刚才都知道石器时代啊，到冷兵器时代，对吧？到机械化时代，到工业化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经历过什么？在这个时代我们很关键的，大家都知道离不开经济。在这个经济进步完善的时代发展时，我们是这个地球上1609年世界第一家银行私人的证券交易所出现，就从这个时代引发了一切以政治权力更替的时代都离不开经济。一战二战刚才我说的都是为资源而战，经济而战。在这个时代里面，大家会看到这个经历了几百年当中所有的，是吧？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啊，我们所产生的这个时代，所以说一战二战都是因为经济问题，所以各国总统更替竞选，包括我们经历的清代，是吧？白银时代，是吧？当时呢，我们清代的白银啊，因为我们盛世的发展，唐宋元明清的发展，因为我们当时一下子，我们当时中国的版图很大。明代的时候，在那个元代的时候，一下子我们可以说，你们去查元代的版图，我们那个版图可以说几乎是大部分世界是我们的。忽必烈已经征服欧洲了，在那个时代，所以你看那时候，你看这个我们当这个时代大量的白银进来，但是万物由英国的，到了清代看着我们关门了，好像讲了一个康乾盛世。是不是啊？那个盛世时候好像我们自己看得富裕，但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西方啊，都在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所以呢我们关门了，是不是啊？关门了。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因为这个关门的原因，是吧？我们这时候呢，人家反过来了啊，我们近代史都看到了，是吧？人家洋枪洋炮，是吧？我们就产生，所以这时候打的时候就麻烦了，大量的白银又付出去，是吧？大量的白银就付出去，所以这个时代，所以说才有今为印钞斗争，美国总统，是吧？有遇刺的，是吧？所以说我去年在这说。所有今天的发展，我们世界的经济不外乎这几个加根摩根，是吧？这几个大的家族，几大家族呢操纵的世界银行，操纵的世界经济。所以说我们整个国家的国力加起来，哎，没有一个银行家们，没有一个这个银行大家族们，因为银行大家族们过去啊，就是到了这个上个世纪才允许通婚的，原来都是本家族的，不是说允许的，后来才改成股份制管理，过去没有啊。哎，那个保密是这个这是根基的，那个那是全一代给交给一代的，为什么？这是利益共同体，这是利益共同体。所以说今天利益共同体，所以呢随着进一步发展啊，所以说一直前面我们要发展自己，所以实现了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一直今天到12个国家去，是吧？我们国家，是吧？刚18大功啊，到2017年我们的生要翻一番呢，2020年要奔小康啊，啊，我们希望那就大家怎么样奔小康啊？那国家有英明的政策，我们领导决策者们啊，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措施，所以当前大家都在学习贯彻十八大，这很好的事情啊，是吧？所以我想的话呢，第五个呢，我讲一下石油与信息化。石油刚才我说到，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时代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石油是在这个起了关键的作用，所有战争都跟石油挂钩。我去年在这说的利比亚、叙利亚等等的一系列啊，包括今天所有的都是因为资源之争产生的。那资源之争呢，大家都知道，很快今天在座的各位都很便宜啊，那个苹果手机啊，是吧，这个神拿定位系统啊，什么你现在我们今天说的什么东西，很快今天下午就已经就走向全世界了，过去哪有这么快，想都不敢想啊。所以这是在人类进步的时候更重要人类的安全，是吧？在输油这个过程当中，石油也给我们大气环境带来污染，这是根本问题，又人影响了人类健康，是吧？这个时候大家开汽车，你看家家都有啊，生活富裕了。信息时代，那和信息时代有电子垃圾啊，我们的磁场效应，我们很多的生物性场效应的疾病产生了，新的病灶出现了，没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我们搞医药卫生是不是要先去认知认它？没有，说实话我们现在最多停留的水平已经事情发生了啊，各种癌细胞出现了，各种白血病出现了，老年痴呆出现了，是不是啊？现在各种刚刚的突发性的啊，新的免疫系统所带来的上呼吸道所有灾难的发现都侵入上呼吸道，非典、禽流感等等，你们会看到的和即将看到的都会从上呼吸道开始，是因为因为时代发展的比较快，地球村嘛，相互的啊，在这个地方快速的运转，相互的传递，有些是通过电子信息的传递，跟着新的病毒将对人类健康产生新的危害，我希望大家朝这个方面，科学家们去想一想，一定要有认知，不要等到再来，这是很关键的。一些搞医学的、病理的、药理的等一些科学家们，有一些搞信息工程的同志、专家们，拜托了，我想你们将是人类健康的目前信息化时代的忠实卫士，一定要走在前面，时间不多，太快了，一念转眼太快了，我们不希望出现各种有智慧有能力的圣者们、大德们，真正你能想到人类安全的有关的领导者们，希望你们真正的发起正信的大爱之想，和光同尘，这样才是人类真正健康这个时代迫切需要的，不解决这个问题太难了，一人挡不住。第六这个核能文明，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双刃剑，自从爱因斯坦这些科学家们
居里夫人等一些这些真正的所谓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为人类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做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是我们上一个世纪承接的传体文明的，像应该说是给人类进步做了很大的贡献。那但是呢，在发现的同时，任何事物是双刃剑的，反面出现了大家核战，如何更好的合理的利用核能，减少环境污染、大气污染，寻求平衡，星际文明是根本。所以说一场核战、发射试验等等，都会给我们各位在座身心都能带来危害，大家不知道太大了。这个时代啊，我们不希望出现，但是已经发现。那如何解决呢？我希望大家从自身做起，先自己内政自己，先固啊，固本呢、啊，固了本才有源呢、啊。调整自己，从根本调整，是吧？提高自身免疫的同时，提高自身免疫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大家信息安全，及时的发现出现了相关的这种实验以外，我们要科学的进行对人类健康的预防。因为刚刚你看三天过去了，但是它给人类带来的东西副产品三天是过不去的，都在这个太空当中了。这个核一发一发一枚很简单就炸了啊，广岛是吧，多少年了啊，去年的日本核污染是一时解决的吗？所以这时候吃的问题就出现了，我们的海产品就问题了，大家考虑考虑。所以说在这个各个方面，饮食健康等一系列问题都危害我。所以我想的话呢，再一个呢，如何使资源持续的发展是关键啊，持续的发展。我们这个资源大家都知道，都建了很多的高楼大厦，是吧？很多的大厦是需要吗？这么多控制，控制在这里，是吧？很多都是钢筋水泥起来的，是吧？这个时候城市化需要是需要的，如何合理的有序的啊，不破坏子孙环境的这种发展是需要的，尤其是对地下矿场资源、稀土资源、煤资源等一系列为了延续人类生命需要的根本资源，不要盲目开展，要有计划的，这样才对人类的环境起到真正的保护作用，我们的星球才能安全。否则话呢，不断的开采，除了地震、海啸、各种灾难性疾病以外，我们会发现，因为地球的失衡，星球会有另一种状态出现。这种不平衡的状态，科学家们、研究这方面的专家们，希望你们注意到，不能光看当下眼前的利益，眼前所得到的相关数据，眼光要放远一些，要深层次的、
不能从外部看问题，要从实质看问题。你们是人类的忠实的侍卫，你们在为人类发展啊，做大量的提示性工作、开创性工作。所以说呢，这方面的专家们一定要及时进行预报，及时对人类健康，希望世界各个相关和平组织、绿色组织、环境组织，一切为了人类健康的人士们，你们都有大爱之心，阐述你们的超前思想，拿出你们的方案，为人类和平持续发展做好你们真正的圣者。感谢你们，只有你们的存在，人类才能够进一步持续向前发展。人们任何东西，生命是最宝贵的。第三个，谈一下精神文明与健康。第一个，世界四大文化体系。初期的世界历史上出现了六大文化体系：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希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不是？后来呢，随着相互战争或利益的驱动，有的国家的不存在，有的这个就是一个国家，关键是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文化。人类关键是要文化，所以说我们提出先进的文化的方向相当关键。最后形成了这么几个文化，一个是中华文化体系，涵盖这些东亚、中国、日本、越南等；印度文化体系，涵盖南亚大陆、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伊斯兰文化体系，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埃及等；希腊文化体系，是吧？拉丁文化体系，包括这里面又含拉丁文化体系和日耳曼文化体系，啊，涵盖了这些国家。所以了解了文化，是吧？我们都知道，东方文明有悠久的历史，西方也有悠久的历史，是吧？这个呢，我想呢，你们去看世界文明史，啊，世界简史，啊，中国通史，你们相关的感兴趣的话，进一步去了解我刚才说的这个文化这个方面，文化这个方面。然后呢，这个呢，你们再可以呢，更进一步感兴趣呢，如果说对史学感兴趣呢，你们呢，把中国的二十四史啊去看一看，啊，世界史全集去看一看，对吧？慢慢现在呢，最近还出了一个呢，叫大英波那个不列颠百科全书里面，关于呢，你们反正去过这个，去过那个叫大英博物馆的，对吧？它里面专门有系统的展览，东方你们去看故宫，是吧？在那个博物馆里面，你们会看到更多的相关的文化。所以呢，有机会啊，你们将来出访也好，到世界各地也好，我希望你们除了看外景以外，尽可能参观一些博物馆，可能会对你们认知上、对人类星球的了解上，
增添更多的文化和知识，这也是你们身心健康进一步延续发展的需要。第二大点，讲一下宗教与精神。我今天涵盖量很大，但是时间并不多，是吧？我希望呢，抓紧在有限的时间，我把这些都给大家。宗教、精神都涵盖，大家都知道儒释道，儒释道等一系列，包括天主教等一系列教，对人类的身心健康的影响，文明的进步都起了巨大的作用。一，中华祖先，我刚才说三皇五帝，与刚才讲的四个治国方针开始，是不是啊？大家从三皇五帝开始，这个人类这个文化的人类的这个文明啊，回顾人类的发展史，人主社会、世袭社会、奴隶社会、有产无产、有产阶级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向往共产主义，最后到大同，皆是以什么呢？都是以我们的人性及自然环境的好恶、因果业感而成。你们要记住这点，都是一切有因果业感而成，离不开因果。一万物都像种瓜的瓜，种豆的豆。这要就你存银行多少，将来你就取多少，这是事物的根本，这也是真正的科学的根本。中华祖先三皇五帝讲道、讲内经啊，讲黄帝内经是吧，讲道德经，讲天地财三才合一，大家都去过。道家呢，我们陈传老子华山啊，这个还有武当山啊，青岛的崂山等中国诸山诸水，道家很多出了啊圣旨啊，我们有七真传啊、八仙过海民间等等一系列东西，不迷信啊，是真人真事啊。这个去看中国正统道藏、中国道传，这里边都详细都有记载，七真传那些写文学小说这些们，他们只不过抽了一点皮毛，编了一些故事，所以感兴趣的话呢，这些真人真事是存在的，真人真事存在的，对吧？所以时代发展，时代发展，是吧？我们呢，有兴趣的同志，是吧？可以进一步去了解，相关的知识，相关的知识，是吧？他们都在为人类健康当中起到一定的贡献。在疾病防治方面，我们的化学家先驱葛洪炼丹，这世界最早的，对不对？我们呢，在这个什么陶工啊，陶弘景，这都是又是医学家，又是孙真人、孙思邈药王，这都是。所以说，没有说不懂文化的人说是我是过去说是我真正成为医者，医者甚也。你没达到真正的甚者，只是说病人要什么，你就开什么处方，那不叫医生啊，那只是工具，那只是工具。所以我想的话呢，我们千万在座的是吧，我们一定要争取去做甚者，争取去做甚者，是吧？在如果是大家进一步感兴趣的呢，可以看洞天福地，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你们去马上网上就能查到在什么地方，中国的在哪个省、哪个地区、哪个都告诉你。
是吧？这是你看中国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财富，宝贵的财富。所以我希望大家有兴趣的呢，进一步去了解这些，你们了解。再一个呢，我想的话呢，怎么样能把了解以后，将自己的精神，刚才我说的正气，与自己真正的这种自信之光结合好，那是根本。这就是经常人们说的修道悟道。所以说第二个小问题，修道悟道就出现了神与道。这个神乃精神也，一个民族有精神，一个国家有精神。所以说今天我们不光是要弘扬中华文化，乃根本应该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文者化也，化者只有精神聚精会神。你看我们大家都学到聚精啊，精足了，正气足了，正气足了，本源足了，神才能聚精呀。有神则安呐，你睡着晚上就睡得着觉啊。到哪里面工作专门是专心致志啊，就不会出现了。为什么出现各种疾病？这就有关系。我们没有精了，天天就嚎啊！哎呀，有的是歌舞平升平啊，啊，有的是天天垂头于这个各种的活动当中啊、应酬当中啊，嚎掉你了。明明可以活200岁的，啊，就因为各种这种把你都减掉了，所以要聚精啊。所以这时候会神呢，这个会是天地之会。天地人三才会你之神也，神安了，神安了，气安定了，是不是你的心血管系统 OK 了？心血管系统 OK 了，是不是推动了你整个的经络的运行呢？气脉的运行呢？你还有什么病啊？什么没有病？什么病都不存在。所以呢，真正的这是叫真正的大道，大道是无形的。有形呢说出来不知道，修道不在道，在相，外相得不得道是不得道，只有内省自己，时时与天地同德，与四时合序，与日月合其名。孔子说与鬼神合其胸襟，要那状态没有好没有坏，那才是真正的道，不能用口道，对吧？不能用口道。所以说呢，我想呢，这第二个，第三个大家都知道，啊，就因为这个文化文明的传承以后，人类的文明啊，有了星球，然后有了人类，前面我讲了，对吧？不断的啊，进行了社会的进步。所以说才有文化，有文化进一步有祖先，有神与道，啊，随着慢慢慢，释迦牟尼大家都知道佛教的精神，慢慢慢传入中国，这在公元前，所以这个我也不介绍，这也都相关的，这都有知识，啊，你们去看就行，是吧？你看大家都知道有庙，明白吧？是不是啊？是吧？前这个各种的表述都有，如果感兴趣的。你们会希望你们去看一本书叫《六祖坛经》，毛主席天天都在看，毛主席身边的时候就两本，一就是《资治通鉴》，一个就是《六祖坛经》，开智慧啊，那是六祖慧能一个字不舍啊，哎，他能有这样的精确的语言的，是吧？我说这就是禅宗的第六祖，大家都认识达摩，达摩是初祖，是吧？到了是六祖，是达摩，是这样。所以我想的话呢，这是根本。有感兴趣的，你又希望有这方面研究的，就抄里慢慢就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身心健康啊，不迷信啊，
哎，不是迷信的，不是个宗教，宗教就麻烦了，它并不是真正的宗教，它是真正的是一个无上正等正觉，大家都知道观音菩萨，老百姓都知道南普陀，哎，讲的是不是观音菩萨？讲了《波罗蜜多心经》260字啊，观自在菩萨，观哪里啊？不是观外边的，观外边太苦了，太辛苦了，天天你逗我逗啊，是要内省自己啊。自己的时候是行深般若蜜多多时啊，那大智慧啊，行深的般若是智慧，照见五蕴皆空啊，那种思想境界啊。这时候你明白，在座的我有机会你们去看一看，我想的话在这呢不做详述，再往下呢随着发展呢进一步啊，后面才有我们的耶稣，少了一个啊，刚才少了一个标题，耶稣，这个耶稣是吧，公元的纪元就从这开始啊。纪元的时候耶稣当时大家都看得都明白是吧，被犹大，大家都知道有最后一顿晚餐是吧，被犹大以后这个他生命最亲密的人呢啊，告密以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他又回到人间40多天，跟他有缘的人都跟他随到，他大悲可爱，悲心啊，所以今天才建立新的天主，这个叫西方人，对不对？今天我们 中国东方也有啊，现在农村很多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信仰危机啊，是吧？所以很多这些存在是吧，进一步发现又是一个伊斯兰穆罕默德是吧，这一个最后又发展到什么犹太，犹太，所以你们去看跟这个过程来的都为什么，都是为了认知这个世界，认知寰宇，对地球人类各个阶段需要而出现，是吧？都是一种大爱的精神，但个人的方法不一，是吧？方法不一，所以说今日呢，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呢？我后来一句话叫“世界之战”，是利益之战和信仰之战了，是吧？很害怕。哎，人要活着要有思想的，没有思想那不是什么空的，你不能是空的东西吧，是吧？那活着得早上一日三餐的，是吧？那三餐也得不到了，因为你不会操纵自己，不会驾驭好这个船呢。每个人都是一只船的，你驾驭好你才能做好，你不去勤奋，天天躺在那有饭吃吗？天天光去怨声载道，去骂人批评人行吗？不去团结行吗？怎么样和蔼友善的和大家相处，是吧？把自己潜在的智慧挖掘和提高，是根本的，这是一个根本。所以我想的话呢，所以在这个时代里边，是吧？我们经历过，在这后面是什么？大家都看到了。哎，最后是全世界无产者，是不是啊？然后这个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出现了嘛，是不是啊？哎，包括我们中华当时民国提出的中国之命，各个当权都有的。哎，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吧？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是吧？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金涛同志的科学发展观，是吧？今天提出来美丽中国都是思想传承的，我们不能活着一点无知啊，不能是所要的给你灌输什么就什么，我们认知社会，我们爱这个社会，爱这个寰宇，爱这个星球，维护星球的和平和稳定，我们要做遵纪守法的公民，
哇，自己都做不好，你去要求别人，那这个社会不就乱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稳定，稳定一切是压倒一切，这才能振起起来，才能有发展。啊，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呢，稳定是根本。所以第三个呢，精神、信仰与物质文明是相互影响，转化对人类身心健康与社会发展，它是有作用的。这张图，这是个宇宙多维体，多层次的，宇宙是不是平行的？你发现吗？我们呢，一般的自己动物，我们有思想的，我们那个一般我们就看那个小乌龟啊，是慢慢在向下爬的平行的吧？人是立体的吧？进了另外一个空间吧？还有更高的，你们将来这个去看几维空间，你们都网上一查，它有图的，所以我今天也不浪费大家，因为时间原因，你们去看。你要想我处于几维空间 ，OK， 你自己去认知，你去对应，你去努力，你的智慧提高。这是宇宙整个是吧？这个大爆炸的从起点，一直是暗物质、暗能量。这张图，是不是啊？这个是整个告诉了暗物质，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科学证明的。就是好比一个大家在一个球体打那个网球场上网一样，看看那个球啊在弹吗？一刹那，那就暗物质。你去撤掉那个能量矩，那个药前台，就那个东西。第四，铸金石术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我觉得有这么从中华文明来看，我刚才讲了西方的文明，因为因缘关系，我今天在这个，因为咱们都是中华儿女，所以我再没去涉及更多的其他世界相关文化，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专门来讲一讲铸金石术对人类健康的贡献。第一个，《黄帝内经》的生态观，我把它归为生态观，我希望大家有在座的都能去看一看，对你们绝对工作有好处，尤其是健康长寿。哎，告诉你做什么，怎么样直接去养病养命啊，是相当关键。第二个，我提出《道德经》的自然观，道家《道德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啊。你们感兴趣，我给他用现代的科学观念，我给他提出来叫自然观，任何事物是自然而发展的。第三个，《易经》的系统观，这个《易经》很好解的，我希望你们愿意去学的人，只要把它简单一个圆，这个圆圈知道吗？这个圆圈上下左右，不就建立了八个方？这先是四，再列分一下，是不是八？这八就八卦嘛。再把这个圆圈讲完背完了，这个公式一下就完了，就64卦就有了。所以将来在座，我今天教你们方法以后，你们都会背了。可一个圆，是吧？上下左右，是吧？这就建了八卦，不断的转，你们就看懂了。所以孔子解易传，那就是你不断的运用去查就行，慢慢你各卦在哪里一去查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事，是吧？显示什么你明白了，很简单。我一说读易经都不懂，很简单，我说那就是幼儿园的东西，但是呢没入门的时候很难 啊我今天把这个钥匙给你们，是吧？你就知道一个圆上下左右四方面嘛，在一起就乾坤风火雷电，这八卦不就出来，是吧？这个明白以后，哦，就是万物万事，你刚才将来就走哪里看东西，哦，这是两个人，哦，两二，二是对卦，哦，要取对，二就是说2004年以前，中国是走到对卦，是吧？这是取对，各种东西在大发展阶段，2004年以后走到艮卦，艮卦是什么呢？就不断的进行要调整了。所有政策所有相关的形式的调整，
就明白这些不难，是吧？还有我们很多医学大师们，医学大家们都在做这方面工作，我希望你们有机会向他们学习。那在这个机会上呢，今天呢我就不多谈了。第三个呢，第四个呢，讲《金刚经》，妙有真空观。这个妙有真空，空而不空啊，就是我刚才讲的，也是《坛经》，是毛主席在看的。这也是整个佛教的核心一部分，是吧？这个进一步解释呢，开悟是楞严，行持是法华，正果是华严，这三部经。如果听到今天我说的这些，那些同道们，我想的话呢，他们都是这些修持们，这些大德们，他们都这么做的，这过程啊，谁也跑不掉，是吧？最后一个呢，第五个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一定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雷锋是存在的，在座都是雷锋，我希望人人寰宇是都能够以利他心、利世心而共同的为人类文明不断的贡献自己，不要去索取，要减少自己的索取心，这样你就自在，你就烦恼就少了，你的疾病就少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呀平时生这个没得到啊，我考什么几级没考过，下次再来着，你不足呗，是吧？你总有方面，不是这方面不好，就是那方面不好，或者是根本的你人际关系不好。哎，为什么搞人际关系是根本的？人是一个决定因素啊。哎，为什么呢？你要从你性格改造一造了，性格出问题了。哎，不能怪任何人，所发生一切事情，今后从我找起，从我做起，去找自身每个人的问题，你下面转过来不就行了吗？不是利益社会了吗？也利益他人吗？这个时代就是这样，是吧？因为利益社会，所以你怎么把利益这个事情考虑好，我们能把它改为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类利益，这样你的小家庭就好了。哎，你小家庭发生任何事情，你也能退一步海阔天空嘛，何必争来争去呢？现在你看我都害怕这个社会，年纪轻轻的离婚率这么高，这些问题不就是一口气吗？大家争这口气干什么？是不是啊？大家都是高文化高素质，是吧？我们既然不大家有缘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为什么不能献出大爱之心呢？多给对方一些呢？我觉得这是根本。最后一个，我想呢，身心健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历代医家和生物医药学发展对生命贡献啊，这种已经记录史册啊，张仲景、孙思邈、华佗、李时珍啊，金元四大学说等等，包括近代很多名医们，都是为人类健康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近200年来，随着生物医药技术的发展，对呼吸道疾病、青霉素各种的出现，随之而来，目前生物制剂200多种，各种中药制剂
都是几千种，剂型四十多种，是吧？各种化学制剂，咱们搞药的都很清楚，是吧？层出不穷，围绕着各种抗生素类、管理类、内酯类各种的不断的前进，不断的修复集团的改线，随着我们新药的不断发现，计算机遴选药物、生物遴选药物、酶技术各种新技术的出现，各种分析技术的出现，为人类的创造新药、创新药的研这个研发提供了各种的保障性手段，使我们真正的新剂型、生物的技术的介入，我们现在克隆了很多需要的人类的器官组织。但是你们发现了吗？根本的人的智能是不能克隆。再像的智能，什么原因？大家想一想，那是你的精神，是天地之魂，找不来的。个人的，跟个人刚才我说的各个芯片、各个能量标签，它能一样吗？不一样的，那就是你的智商，那就是你的基因，那是你的因果，按照宗教的话，是吧？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注意将自己随着生物技术进步，让人类身心合一？这么一个健康时代，需要我们更多的医药卫生工作者、人类精神工作者们、相关科学家们不断的去探索。我们自身要想健康长寿，从我做起，每个人要一定要从自己身做起。刚才说调身是根本，身是有地水风火空，一切东西啊，物质是这么组成的。那物质组成以后呢，我们怎么保证我们身体呢？骨头是大地，血液是水啊，呼吸是风啊，等等这一系列，我们怎么样这个平衡呢？怎么样与春夏秋冬合去呢？我们要除了去在这个时候，是未来医学、未来预防医学需要去寻找发现的更高的思路。我们不能说简单的目前的预防医学，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我们要提高人类的认知水平。只有对星球的认知了，我们才能够不断是被简单的苹果酸的甜的是别人告知的。我们要发现，在座各位听到报告的各位，希望你们发现自己，发现才能够调整。与谁调整？刚才我说的相关文化知识都告诉我们，我在前面讲的内经，是吧？怎么样与天地天人合一啊，是吧？怎么与社会大同合一啊？怎么样文明进步啊？这都是根本。所以我这个讲的这些相关的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很难这个随着这个人类这个各种技术的发展，是吧？怎么样真正的提，我想的话呢，建立人类新的文明思想观、认知观，持续发展世界大同的道德典范和经济目标，不能以资源换利益，
改变人们的幸福观念，不仅以物质需要为无限，而以精神愉快、身心健康、减少利益战争为目的，认知人类生存的目的，团结世界各个宗教、各个科学发现星球自然轨迹的今天，重新回到大爱之路，做好天地人三才的统一，是我们人类文明进步的再现。在与疾病与斗争的道路上，仅靠科学技术不能完全解决治疗方案的滞后性问题，需要我们在座的各位科学家们，未来的科学家们，我们要探讨这些，我们的剂型研制、我们的新药创制等各种围绕人类疾病的，我们要考虑星球问题，考虑环境问题，考虑时代所给我们发展当中带来的各种副作用，是吧？所产生的新的疾病和病灶，我们在不断发现的同时、发展的同时，我们去解决问题，使我们真正的身心健康，使我们能够真正于做有利于社会的圣旨。在此，今天因缘之际，祝诸位作为能够成为千贤百圣、世儒一之人。谢谢大家，五十。黄老师，非常精彩的报告。我想这个报告大家能体会到，从有了人力，甚至有了人力之前，一直到现在，在这个时间框架上跨度这么大，在空间跨度上我们看就更大了，从星球到地球，然后紧紧围绕一个核心，人类健康的问题。一般来说，作为主持人都要对报告的内容做一个评述，但是我今天告诉大家，我不做评述，所以我不敢做评述，我不敢是因为我没有能力做这种评述，我只谈两点我的体会和认识。一点，我想呢，这是我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爱之心、感恩之心，这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前提。同时呢，它又是身心健康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我想这一点是我第一点体会。那么第二点呢，我想谈一下呢，就是今天这个学术报告，今天这个它是一个思想的盛宴。我们过去，包括我个人，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从这么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去思考这个问题。我想今天呢，黄教授，我们的黄院长，跟我们这个卫生部的老师和我们的学生，在以后思考问题的时候的范围和角度，给我们一个新的启发和认识。我讲这个更加重要。我们想到的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条件、环境，我们从来没有这么个高度上认识去看这个问题，这是我们的缺陷。所以黄老师跟我们的院长，不仅仅指导了我们33个药食管理学的博士，从学术上加以指导，更重要的，我觉得从思想上加以引导。我们最后呢，在也热烈的掌声对黄老师表示感谢。今天的报告会就到此为止，散会，谢谢大家。